大家好，我是千亿门龙杰啊，今天呢给大家录一个空牌啊，希望兄弟们都不要参到赌博当中啊。这是一副新拆封的扑克牌啊，牌呢没有任何问题啊。我们首先呢会把这个大王去掉，是吧？大家先看我的牌啊，是吧？啊，都是正常的，是吧？现在呢我会把这个牌先洗乱啊，不管什么样玩法都是要把它洗乱的，对不对？洗乱越乱越好哈。不管现实中是我们平常怎么去玩啊，大家先看我们的牌，看乱了没有，是吧？对啊，砸了五张啊，这个是吧？随便再洗洗啊。好，现在呢我会把这个牌呢分为四家啊，这样去发一下。兄弟们帮我把这个视频转发啊，评论啊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啊。好，现在牌发好了，大家可以看看第一家的牌了啊，这是一，是吧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勾圈 K 啊，这就13张啊，是吧？当然说一家是不行的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十，勾圈 K 啊，两家了啊。看这家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勾圈 K。当然说都是龙，那谁赢呢？啊，那其实很简单的，我赢啊，因为我是一把红花顺一条龙，是吧？他们都是杂色龙，我是主色龙。对啊，他们这个就是杂色的，我是主色的啊。这个手法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兄弟们对千亿门的支持，感谢你们对我龙杰的支持哈。我每天都会在基本上都是在8、9点的时候在那个我们的直播间直播哈，我们直播间 ID 是7355-6852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是吧？好，再见啊，兄弟们。